最后进到决选啊，然后而且最后是我们的全国的啊宗教白选的第三名，来泡普洱姐后啊，啊，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太阳航空城的发展啊，全世界人来到桃园要求财的话啊，应该赶快来五福宫啊，一下飞机赶快，最近的财神庙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把这个特点把它抓好的话，应该会有很有很好的发展啊！也特别谢谢五福宫啊，所有的信众，还有我们的人事干部啊，一再是非常热情，在从事非常多的公益活动啊，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桃园县金石奖的啊这个公益数量，金石的熊代表啊，熊阔伟啊。我们也看到在这边啊，我们的妇女姐妹啊，我们的学校的社团啊，阿哥我想教伊嘿萨克斯风哈，哎，我想教伊，今晚嘛就对哈，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啊，能够利用宗教呢，把我们周边的所有相关的活动啊，所有团体都能够聚合在一起啊，呈现一个爱与祥和的这样社会啊，感谢哈。最好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们都快支付了。县长，我们非常感谢洪县长哈。县长要讲话。伊安尼去日本吼，拼经济，三行得顿啊。今仔特别过来咱庙的吼，有两个意义。伊个拼经济嘛，爱咱财神啊，咱财神也来庇佑，所以今仔来参拜。同时更感谢伊呢，在台湾的宗教白景，台湾庙有1,000,000+啊，啊嘛咱五教会当入去啊，100名以来，啊嘛是咱馆长带领，啊嘛咱遮个人员，啊嘛呢，把咱入当就这。同时啊，咱陈立伟啊，咱陈立伟，伊嘛是咱遮个信众哦。伊有甲我讲，哎、欸，我甲你关心看卖，看你有资格无？袂讲大家有啦，哦，我咱大家呢，大家感谢，用泡泡谢谢陈立伟，陈立伟。咱楚乡长哦，也是嘛是咱的基本信仰。我应当帮他来说一句话啊、哦，我庙宇从来不介入政治，我喜欢掏钱，我前面的。我想不管怎么样子，那么我庙宇不愿意看到有这样的这个什么招牌来到我这边来啊、哦，来向大家求平安啊、哦！我以老乡长的身份，我跟大家讲，罗天来建设，卢竹乡这几年来啊，在吴县长那么支持楚乡长这样的一些啊，台东地方，我们希望创造更好的环境啊、哦！我想我对面的朋友啊，我想咱大庙啊、哦，那么咱大家卖铁路接好啊，那么恁个修改啊，多谢。这个国民运动中心，我们很支持，很感谢他有这个德政，但是我们希望他敢把他迁到五福游泳池，然后让我们同时拥有一个文化绿资产的保存，作为文创园区，然后国民运动中心可以盖在五福游泳池，然后我们居民，我们南崁的陆竹乡可以同时拥有一个文化，还有一个运动的。